铁巨人，我觉得铁巨人比较容易一点。哦，沼泽这是哪里啊？记得、旁边有一对，旁边是巧克力他们。好，那我们其中一个人去找南瓜，剩下的去挖铁好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找村庄试试看啊。直接找村庄，然后找，好啊好啊。对对对。好，不然我去找村庄好了。然后我觉得可以一人每个人往不同的方向走啊。哎，好，那我们都各自去找自己的村庄好了。啊，先找到就先杀吧。嗯。哎，我感觉，我想一下，铁巨人是几个铁砖？四个嘛。然后一个九是三十六。三十六个，你说直接用？我觉得有人可以收集啊，有人找啊。我觉得那就一个人找就好了、啊，然后剩下两个收集，我来找好了，我来找。好，那我下去。因为感觉三十六块铁其实也不会到很难，重点就是我顺便找南瓜。但我们汇合就会比较麻烦一点。我们先啊、最好的结果就是铁巨人，不好的结果河豚，空气污染，刚刚他们在解魔炭。河豚或速爆，可速爆也太难遇了。我们有历史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解那个苦力怕。我这边有碎石。哦、弄个。哎，苦力怕，怪物变笨，死哟！苦力怕不见了，被清掉了。好消息，对不对？哎，苦力怕消失，为什么？应该是事件关系吧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找。哎、神怪砖呢？哪里？什么的？前面。僵尸。一件电火把，僵尸。啊，还是南瓜会在那个箱子啊？你们那个箱子可能要开一下。没有骨头，欸、有线，有线，有线，有线。啊，所以可以钓鱼。Nice。水啦，水啦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钓起来放，然后假如真的解不了，我们就解河豚。好啊，应该不会有人跟我们撞这个吧？河豚这个感觉，河豚我感觉也是有一点难度了。拆弹，有人解拆弹。即刻拆弹。彩蛋是苦力怕的，我觉得我要捞到两，我要钓到两个河豚也是有点难度哎、欸。我们再想个最烂的方案好了。哎、欸，这边其实有水。好，要 Plan C 了吗，杰克老大？你就有看到 Plan C 了，上面有水。不行，我们要坚信我们会找到铁巨人的。这边可以出去，铁巨人，我这边可以凑成一块铁。一块。我要四块，我们先挖个100个乱石压压惊好了，应该有吧？再不行就鹅乱石了。黑色染料，漆黑之物。哦，他们已经放弃了，他们放弃了。好，你先准备一个100个鹅乱石，这个没办法，就整这样子了啊。金苹果也很……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人在解石头了。哎、欸、哎，哇、欸！哇，没了！铁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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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苹果，金苹果没有哎、欸。现在做铁柱啊？好，因为如果你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很多野怪啊，然后找到三只应该是有机会。哎、欸，稀有工具，他们来做了。哎、欸，没事。Yes, nice. 666啊，二零。哇，吓到我！我刚还以为接不到。还一把一把做啊那就剩下时间就挖矿吧，多挖一点。好，下一轮我来看一下哦。僵尸用哎、欸、有僵尸斧头，这样对僵尸造成10点输出以上15次啊，用斧头是不是暴击够吗？7还是要排到锋利啊。哎、欸、像我们这个超快可以解耶。 Nice Nice 血钻这样有吗？有，哎、欸，有 ，nice， 水啦，结果这个生怪砖那么好用，哇，这样很快耶，是吧？你们给我你们的坐标好了，我慢慢去找你们。我找到南瓜了，有点晚了。哎呦，什么哎呦，我们要相信，可能下一轮会有什么雪人呢？对啊，这个我们这一轮应该可以稳稳过了。Nice 哦，好，那差一点血，我相信血一定会用到啦。哎、欸，任务有可能会重复出现吗？等一下，几率很低，基本上不会。基本上不会嘛？那好吧。九一拆支 ，Nice 哦。客人请坐，客人。哦，坐得好好的。
还是他就是无意中打到。哇、哦，加速加速 ，nice 六千分。哎、哦欸，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通常是一对，但我们的奖金是共用还是单独？哦，想说你的名字在上面，我有点不开心。不是一对啦，根本不开心哦、喔。为什么我觉得别人受不了，我都不知道受不了，可恶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一轮就直接挖矿吧，找钻石，啊，找钻石。我来了，杰哥哥哥。我把你堵起来。走走走，下去挖矿，下去挖矿。哦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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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痛跑太快了，冲啊！哦，钻石！哦，钻石！谁的功劳？说。OK， 好，都可以玩啊，都可以玩啊。谁的功劳？你就继续在计分板上面啊，随便的。谁是队长？说。二零。好。哎。啊，这钻石我就独吞了，这钻石我就独吞了。没关系。反正你们也不喜欢钻石啊，对不对？不喜欢。就不要我拿去岩浆丢一丢啊！还是先不要。会不会有任务是把等下再丢任务啊？八颗呢？如果我把钻石丢进岩浆，我会跳下去找。拜托不要，不要这样，不要伤害钻石加上你的队友。我有一个杰云的观众说：“你看我们家杰哥那么可爱，要不要考虑看看？”我才不喜欢这种霸道的男人。我就霸道。我就懂得分享，只会秋秋秋，秋秋秋嘞，你有皮革吗？没、欸，我有，我超多。哈，你看谁的功劳？好、哦，你的功劳，你最棒。我的功劳，我最棒。没有啦，怎么会你棒？杰克，你那个钻石哎、欸，八颗哎、欸，我那个几个皮毛有什么鸟？二零鸟用？我们可以做附魔台、欸，老实讲。可以啊，所以我就是想要做。啊，你有甘蔗吗？有。看箱子里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就是去接受彼此分工合作，创造美好的这个结果？为什么我们要在那边好搞得好像我们是对手一样？我们不能哎、欸、，nice 杰克啊，不是 nice, 你知道秋来秋去吗？我要秋对面，我们已经在那个，我们已经够秋了、啊，这挖掘加速是永久啊？哎、欸，两百，我觉得有可能，我觉得浮在水上有没有机会？它不是方块、啊，哎、欸。坐船、欸，坐船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有木头，我有木头。哦、只是快来不及了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是想太多。我觉得很有那个可能性啊。他的是高空挖掘了。你要逆向思维去玩这个游戏，你不能被游戏。哎、欸，我有挖掘加速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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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水上啊？这是坐船哦。我在水上呀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是坐船哦。白痴哦！没了，七秒而已。走过啊！刚走七秒加速，我刚刚碰什么都掉哎、欸。好，至少让我心情开心一点。我没有坐船，我在水面上飘。七秒还好啦。欸、可是刚刚那个水面让我很爽啊。可是他刚刚说两百、欸，是不是你那个是假的？两、啊、被抓到的那个是骗人的，然后七秒都夺回你的权利，一秒。啊，就一秒，啊！我刚刚看怎么是七秒，落地轻落地轻哦，哦，所以你要一直在水上哦哦哦，懂、哦、了、哦、啦，他其实根本没有讲要离开地表，他就是设计成你要在水面上或者是什么的，哦，他本来就不能站在地板，所以我们是真的掌握到他的出题技巧，我们没有。在干话呢，真的是离开地表就可以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你哦，有皮革，好，没事。哦，我做附魔台。哎、啊，我们有清新石吗？啊？哎、欸，没有。啊，我们做。哎、欸，你们，我们做附魔台在干嘛？你们挖那么久，你们在干嘛？啊、你干什么？我皮革，甘蔗啊。哦，我也有甘蔗啊。你以为我 care 吗？应该等一下会有附魔任务吧，我猜啦。哎、欸，青金石有青金石，青金石。还说，好了，你的功劳啦，不要再问。当然。你看 ID 谁在上面，就谁的功劳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只要我跟你讲，最后一个打赢那个 boss 的这个功劳会变，全部变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前面所有人累积的全部变他的。我只要打到 boss，boss 超难打嘞。我
不要打赢 boss， 那个上面上面就是 my me coin， 然后9000分。You good good you good good， I good good you good good， 来附魔来附魔，好。有多的铁的话就自己做宝二哦。Understand？ Stand？ Stand 啊？A diamond give you， 看我们等一下可不可以做个、okay. 那 boss 很难打，所以我们要装备要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至少要用宝二。我们有办法做重生。好了，我们下任务。沉思，走喽！去放水是不是？对 ，nice，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太爽了，太爽了吧，杰克太爽了吧。走人，这游戏太简单了。啊，变了。啊、哦，有一只，好，上。哎、欸，任务没有哎、欸。没有，要那任务要自己点。秦海，欸、有人在解。没有，我们会赢。等一下，还有自信啊。你打。我没有超过吧？这边还有一只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对。啊，有的。女人怎么变了？哎、欸，这边。你可以打、啊，大家打都可以。好，他都可以啊。我不会缴交任务哎，不太会。没有啊，他只是更新任务。啊。好，我们剩一只，要快点。他们应该不会同时两只啊。太难了。有变了。哇，这个好了 ，nice， 没有问题。你的名字好，你的功劳，你最棒 ，you 哥哥啊 ，you see that， 八千 ，my god，oh my god， 啊，我这个继续下去，我要考了。啊，我们大家那个，好，我要过，没事。好啊，好客气啊！我们直接赌两，我们直接赌两队，他们一定是赌蓝，赌什么赌啊？哎，三个神怪战好用，神怪战 OP 啊，太厉害了，应该没什么任务了吧？现在下一轮就是打 BOSS 的环节了。好，那就是我们装备拼上去就好了。嗯，蜘蛛最好打，我知道啊，但是如果说最近的怪物的话，我们最方便的是僵尸，你觉得我在地底打还是地表打？那如果我们打他一下，然后他再自己掉虚空，但是我们打应该也算是我觉得他应该怪物都是那种会吸仇恨值的，我们就三个拉打，可是也要对，不用到太就是，反正就水跟岩浆准备好了。好啊，因为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在这边直接造的话，他其实也可以啊，就是杰克，你像我们就放水让他往下流。我就想说直接在神怪战队住了，也是可。然后他升完之后就把神怪战拆掉了。好。而且因为我都已经挖了那么大的洞了。OK， 可以，我们挖掉。拜。哈？没僵尸？哎，七吧。现在是夜晚，我们到上面去找蜘蛛，找蜘蛛。走吧。哇。工作台帮我放一下。啊，找到，这边有，来，拉进洞穴，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可是他好像在水里比较好打。杰克，来，我把影下，这里，我觉得这个水，啊、他变了、啊，还没，哎、欸，先把那脚小僵尸弄掉。啊，没关系，他会被炸死，没关系。不是，我等一下丢到小僵尸怎么办？哎，是啊，是哦。笑死，够难打！等一下，那个处理一下那个。哇，这很尴尬哎、欸！啊！来，糟了！好，扁他！开始啊！他变了吗？没有，他变了，他变了，炸方块啊！他不会吧？不一定，他不会动哎、欸！啊！哎，小蜘蛛、欸，这样打超好打嘞、欸！所以挖一格下去，对，然后打，哇，80哎，
欸，不要推到水，不要推到水，要不然他会跑。哎、欸啊，他这样他会吃水，他吃水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放这么高，他就一直招猛哎。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，你们打，他在看我，你们打。中毒了，我中毒了。被他吃了。啊，他跑了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小蜘蛛。他找上来了。他爬上来了。哦，好快死了。啊，是啊，死了。对呀、啊。我要等着三十秒。对，你要等三十秒。我要将囤，我又中毒。像我们赢得了繁星他们的分数吗？岩浆不了哎、欸，繁星他们是1000哎、欸，他们卡住了，他卡住了。像我们会输他们300，可恶！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哎，天哪！我们最后来了，有 yes， 不是连我要死了，我半颗。好，我们没事了。可是我们先要走，夸张，夸张。我觉得我们先顾我们的血量吧。我这边还可以，还有金钉可以做金苹果。我们挖个洞保护自己呗。我觉得你去帮我们找那个苹果好不好？苹果或蘑菇汤养老喽。最后阶段还补血、啊。欸，这已经是最后了，所以等一下会出去捡星星，但是是晚上。而且不会补血，不会补血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血拉回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开始喽！啊、哦，开始，干嘛去中间？这边可以捡得到吗？就周围有点远呢、啊，还是过去中间？反正等一下怪物不要理，跑就对了。我喝一下苹果。好，你顺便吃一吃吧。苹果。咦？感觉没有星星，这边有啦。哦，这边有。然后身上不能满哦，身上不能满哦，不然捡不起来。等一下啦，有人放眼睛。他扫掉那星星。哦，团团，太可恶了！他自己得不到，就不能让别人得到，太过分了。嗯，上面有我要啊！被抢掉，好像有人，有人召唤僵尸，哎，甜妹，你小心！放！哎，你在干嘛？团把我杀！这人超 boss 啊！团，跟我开玩笑，我怕我在这60秒死掉。那你把自己包起来，把自己包起来。白痴哦、喔，他竟然打火机啦！你等一下可以大力谴责，我会帮你谴责的。好，那你们要当作我从来没有提过这种念头。啊，鸡鸡，鸡鸡，可恶，他们赢了啦！他们刚才拿500多哎，他们认真哎。如果喜欢本次的影片的话，别吝啬你的喜欢，给我们一个鼓励。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，第一时间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我根本没有要弄你啊，玉米。你在烧星星啊？我们讲说，我们就是全部人拿一个打火石、岩浆桶到处烧星星。哇、欸！